面大 S 闪电再婚旧爱具俊晔，让他与前夫汪小菲的感情事再度成为热门话题。数月前，这对昔日爱侣宣布离婚，而汪小菲在台湾拥有的以大 S 名字命名的 S Hotel 更是一度传出将改名为飞行商旅，因此吸引许多网友的关注。据媒体报道，饭店方表示对相关细节并不清楚，并且不便回应老板的私人话题，但即使消息未经证实，仍然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，让这家酒店的未来动向备受瞩目。现如今两人的爱恨纠葛被再度推上风口浪尖，酒店更名的事宜再次抓住网友眼球，网民们开始纷纷猜测事件的未来走向，话题热度只增不减。